朋友们中午好，哎，不是中午，是下午了。朋友们下午好，现在下午3点多，咱又出来摆摊了。今天工厂送货送的早，150斤春饼，啊，咱拿出来40啊，在太平洋商店这块卖一卖。咱的摊位啊，朋友们，今天这超市打折打的力度不狠吗？人少呢，啊，我又奔着这边卖菜的这块这地儿摆的，那面我都没寻思，没在那边摆。但还是那边，现在来看还是那边人多点，因为这边卖菜的不呼人啊，不像那天卖菜这边呼人，咱这饼能卖点。刚摆上，这玩意说不准，一会儿没准就上人了呢，是不是？二商店啊，这边是三科大饭店，再往前面那走就南直路了，往这边走就是太平桥的方向啊，太平桥的方向。来吃春饼，吃春饼，吃春饼啊！你就回家卷点小葱，整点小香菜。家里面有春饼卷春饼，不是有土豆丝卷土豆丝，啥都能卷。来俩，一袋6块，2袋10块，20斤10块钱。啊，超市卖7块，大哥。啊，你慢点，大哥。单饼阿姨卷菜吃熟的，到家就卷，卷啥啥味的，香香的嘞。买啥车啊，大哥？面包，放面包子。哪儿呢？哪个市啊？货车。哪个市啊？刘荣光。红色车隔壁那个，我看看。红色车隔壁那个，红色车隔壁那个，这个呀，行啊，这个呀，50荣光。50荣光，多少钱买的，大哥？7500。7500啊？6800。啊，最后怎么还多报了呢？不是，哈哈哈哈。7500都下不来，他还没检车呢。我没检车，其他费用还没算呢。几年的车呀？还没交呢。11年的。多少公里啊？你看了吗？14万。14万公里啊？50荣光是吧？啊，还行还行，正好干活开方便吗？这你上哪找事儿？你多宽敞啊，是不是？一袋一斤，2袋20斤，2袋10块钱，比自己在家做的都是紧。卷菜吃熟的，来单饼卷饼，单饼卷饼喽。我都烂摊了，好了，姐姐，回家吃不完想点就给它冻上点。啊，常温能放3天啊。那边还是不行啊，朋友们，咱搬这儿来了，肯德基门口啊。今天这块儿啊，这家摆的是满满登登的啊，卖了，现在卖了10斤春饼，还有140斤。4点半，拿2袋回家，卷点小葱，卷点香菜，然后回家炒盘土豆丝就能卷，吃着方便省事儿了。来俩，大叔，大饼卷饼，卷菜吃的熟的，到家就能卷，卷啥啥味儿。来俩，大哥，香香的来。吃不完就想着点给它一冻，吃的时候给它一热一腾，卷啥都能吃，卷点土豆丝，卷点香菜，都不用起火了，买点绿叶菜就行。好嘞姐，好嘞好嘞，慢豆角，简单烫一下就行，不用热也行，但你热完之后更好吃。2袋10块钱，绝对好吃。我全回头客，卖2年了都。买一袋呗，1袋6块钱去。行，卷菜吃熟的。丹宁阿姨，1袋6块，2袋10块。多少张啊？1袋10张左右，2袋20张左右。慢点啊！丹宁卷饼，丹宁卷饼哦。42块钱现金，微信收了
70多块钱，卖了20多斤饼，朋友们啊，还剩120多斤，明天到南极山净手的，摆到6:35，咱是几点多钟出来？3点多钟出来的，摆了3个多小时，啊，还得说是早市卖货呀，啊，再就是那天道口街卖的也行，在道口街吧，地方不好找，没地方，站的死死的。哎，回家吧，回家。凉了还香。大哥，你这整的啥呀？烧蹭子。爆米花啊？那有爆米花，前面有。啊，你在这儿蹦呗。对。多少钱一斤的这玩意儿？啊？多少钱一斤呢？我们不论斤，论论袋儿啊。论袋儿。啊，你这是蹦爆米花机器啊？这玩意儿还得烧火吗？不烧火咋蹦啊？哎呦，这玩意儿太神奇了！啊，电瓶。电瓶。这啥玩意儿？嘎嘣儿啊？不是，人家松子儿。你这还能蹦松子儿啊？能。我看你那爆米花，我等那爆米花吃。吃呢。多少钱一袋儿去？5元。啊？5元。5块钱呢？啊，苞米籽蹦的可香了。苞米籽蹦的？啊。是做苞米的苞米籽蹦的爆米花？啊，可香了。给我来一袋。来一个。回家正好给孩子吃。嗯。要买那零食全是添加剂啥的。对，这个给孩子吃，那个添加剂太多了。啊、对。这没有啥添加剂，啥也没有啊，是不是？你天天在这蹦啊？大哥，这手艺行啊！我操，我蹦好30来年了。蹦30多年了，蹦花啊？我这可能蹦的蹦花都快干以后了。我35，88年的。那你看我应该将近40年了。一直蹦蹦花。对。那看来这个行业还是行啊，要不然不能坚持这一年。不是，我是礼拜天、礼拜六蹦。平常去上工地干活，还上啊，还上工地干活去。我上过1天2晚。干活啊？尝尝大爷蹦的蹦花啊，还真不错。嗯，之前吃过这蹦花，但是不知道这玩意咋做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香酥花咱知道咋做，这玩意真没见过这么不整的。买过，你知道，之前买的现成的。拿出来吃，剩那些，剩那些给我玩吧。孩子上我课，天天上，叽溜的，要零食，要这零食那零食。这最起码一点添加剂都没有啊，是吧？一点防腐剂都没有。之前咱看过，就是这玩意这个机器。但是我看过他们冬天是蹦栗子这么蹦，但没见过蹦爆米花这么蹦的，还真不错啊，挺酥，但就有点粘牙。回家，拜拜，朋友们。